Go. Ready, Chi, let's go, chi, let's go. chi. Chi, chi, chi. Off 10, main 10, 1. Welcome to Oasis. I'm the savage one. Initiating match. Nana? 就你们看着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分配的合适，因为说实话你们俩个没有一起上过场打奶的吧，对吧？啊，我打奶吧，无所谓。没事，申哥，你就做好你的 C 位，然后给足压力，然后后排也会舒服点。所以我们这里面谁打奶啊？你跟一百。 真的，你们手黏黏的，操你妈！这是什么图啊？哦，这个图。我不一定，我怎么上了？因为你要替补上场。那 Codec 拿出来！卢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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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笑。他们，卢笑记得要来保我。左边高地，左边高地，左边高地。Nice，抓到了，漂亮，漂亮，漂亮。D.Va，我拿不到你哦，D.Va。那进点点，进点，进点，我们在点点，我们在点点。 我是七六七，我们是七六加什么？七六加。好了，我也下去了。我也下去了。我推了两下就自己也下去了。啊，我们球回来很快的，我们球很快。对对，没事没事，我们是有advantage。自己小心，和尚上楼了，和尚上楼。星星区快想跳我。他们俩准备去搞一下，和尚上楼，他们俩够了，打够了。 已经要来了，和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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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这波打死这个上。地方我拿不到你啊，你进盾了。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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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吸了，哎，他们没吸了，被。回来回来回来，不打，回来回来。我换。我的球圣人都回来，球你死就死了，这都让他们回来。回来，续点啊，我来续点啊，我来续点，我无所谓，我来续点。对面高塔。我看错了。眼皮下回眼皮。等一下，核弹吧，当个核弹是吧？哎，我的。哎，可惜。等一下，机会波，别死了，这 stagger 让没得了。我要去换个天使啊！不用，不要了，不要啊！换天使就没打了。他们就一个地方能关掉，我都打飞，全部在高地，全部在高地。我去把他们弹下来，你不用怕。我先踏出。你在地上吗？我能把他们全弹下来。我没弹，稍等一下。核弹是被我骗出来了，那个在洞里，里面，毛妹，喊集火，等一下，坦克，在下面里面很多人，这里面全是人，毛妹意思，来一口安娜，卢肖在艾萨雷我，小队长，我们卢肖嘞，卢肖，我就在你旁边，哥。没有，你没在我旁边。别喊，卢肖来搞我了。能别喊了吗？你不喊好吵啊！第八残，哎，这波没了，换了，我换肉死，换肉死，这打的好累啊！走，换去，够死。我有激素法技那个，别给我，激素给我。对面核弹没有剩的，我只要把他盾弄掉以后，我直接跳进去杀他就好了。你挺好的，等一下，
准备对面的高地哦，是吧？你准备好技术给我吧，头上。你要跳了吗？走走，来给我，来给我走。我到上马位，我操，单吸我，真好像一滴，然后掉了，没打，没打，我没死，然后想一万一，一万几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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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这星星，波动一下，波动一下，你就走，Holy shit！ 那次 get a goat， 看一下。1-0。黑人，黑人一定要说谁被黑了。啊，三打，拿个三打，和尚 DJ 还有什么呀？拿个全面，那就是 GOAT 了。GOAT 吗？对啊，那对面打 GOAT， 这个不拿 GOAT 打不过，好吧？我觉得。不随便，我拿安娜，我不拿全面。啊，对，拿安娜可以，拿安娜可以，现在我感觉不行的，换就行了。对面全面怎么玩？这个图太小了，保护要做好，保护要做好，真的，陆骁。我就一次没保。没有，我只是提醒你，你不要说，别说，提醒你而已。我来喊盾。左边动你。一把机，小心。打掉挂珠，打掉挂球。有盾。蓝银挂球。回来球，大锤！我需要挂球。盾！你有盾吗？有。来给我。好，没事，换掉了。安娜跟我站一起。没事，迪巴，迪巴挂球，迪巴挂球。宝毛妹，宝毛妹跟迪巴。迪巴，迪巴一滴。卢肖在我们家。对面拍。等一下，挂球。大锤，挂球，大锤。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七速 ，nice， 可以冲了，上。加速。哎，别去太远，哎呀。What the？ 哪速？我击住了。对面拍好了，对面拍好了。下波，哎、啊，下波这样子吧，下波你阿贡给我盾，然后我去锤，好吧。我给你激素，你是谁？直接吸我就核弹就完了。你有核弹吗？陆骁，我先呢。陆骁，我先呢。来大锤！你有盾吗？操！哎，我给你盾了呀。那个我被撞了，我感觉没办法。我后面被敲了。锤妹在操作，这个锤妹拿错了。他们锤妹越盾敲。不是。他躲在那个小房小地方，我被 stagger 了。没事。一波阿贡炸，然后我去撞，阿贡炸我去撞。好，他们有席的。我们说，所以说我们先要用席啊，我们要在，我们要先守啊。来我下好吗？Nice, 就一直破的，一直打大腿，让那个大腿难受，直打大腿就好了。没有少一个奶，你们少一个奶，少一个奶，回来。快点，到了吗？破盾，先破盾，继续破盾。他把盾收了，去打大腿。我知道，大锤挂球了，我看了三个。大锤，不理他。韩雪，你有盾，我就不装了。走你。我们走的不是一边。卢骁一滴。我知道，我回来了。别死，回来吧。别死。我来，有激素，回角落，角落你半圈，你被挂球了。你先亚攻，等会儿，阿攻炸就好了。漂亮。上。Park Champ Park， 哎，他把我救了，这个毛妹把我救回去了，
哎呀我死了，马上挂球。你们可以打，实在不行开大就跑了。Right, 人还在 B。Nice。没办法，没人指挥我们上。他们刚刚放滚拿的 Ghost 啊。就是我们没有，刚刚打不过。可不可以两个坦？能不能一个 C？ 我也觉得。随便。这个你去玩 CL， 我可以不打。我玩这。这个组可以打，但是刚刚可以玩锤妹，打不了。刚刚那组太小了。锤妹。没有说我没有说你简单。我觉得好傻。OK。Let's go, Gouda. Let's go, Gouda. 挂球，然后直接激活。我破没我。我们要先破的，先破的。先激活大锤。先骗左边，右边。没有，对面刚刚在 scout 吧？哦，没有。对。大锤挂球。这个里面我不敢。他们走上来了，没事没事，小心位置。我要拉上去，我们也拉上去。不！ Oh my god！ 你拉上去，你好痛。我觉得这位置这个能被推下去的哦、啊、快了别先破端，大锤挂球，大锤残放这边下掉。哎呀我要抹刀了，救我。哎呀打裂，毒消，来后面有个 DJ 你吗？放心，我的不行，大锤伤害集中不起来。你换一个跟技术比较强，麦克雷强。不要跟讲，我雷诺都已经打出来了。11。哎，对面拍了吗？对面？对面没拍，但对面差不多有了，因为莱茵杀了两个人了。我知道。你像我，哎，像我拍吧，那个麦克雷的那个什么晕拍，麦克雷读过了 ，combo 读过了，我读过了，我放过了，不是晕拍那个闪光弹，他有D吧，我去装就好了，试看，来挂球，能冲吗 ？DJ 加速，走，不要过去就好了，啊，我拍到三个，直接打他们两个下去，嗯，下面，哎。可惜了，来上面有人推下去三个人。哎，怎么没放不上去了？我不想死。没事。不是我们都上去了。你上去，你不要待太久，你在上面推不下去就直接撤。你漏太久，一波挂球一个集火你就没了。不是，我们刚刚是怎么输的？我刚刚拍倒三个上面，然后掉不下后排也了。大锤冲着我上了 out 了。走吧，大锤挂球，等下，拿过盾，哎，这波没了，别开，可以，这个可以，走，哎，你小毛妹的，大锤开，救我，举个盾，大锤大招没打断，我等我好像打多了。这波大家都不用交了，其实，对啊，根本打不赢。我们刚刚已经掉了两个了，对面阿贡炸弹拍就不用交大了，其实已经浪费一波大了。刚阿贡可以交啊，不用交，刚没有掉，交了以后我们已经先掉两个了，然后我也残血，对面大锤没到，对。来一下这个挂球了，你给我中吗？哎呀，我他妈死了啊！盾留给我，盾你别给别人，盾留给我。给你了，那我怎么没有死用？我看好难受。我有算了，对面拍了吗？没拍。那有了，已经有了拍了。我说他们还没拍。我找他妈接人。别上，我屌挂！没交上，拍到三个，我没有的，我打不了，我没有盾。哎呀，难受！
等我一下，我等我一下，我去上个厕所。拉屎还是沙发撒尿？我肚子有点痛，等我一下，谁能帮我代替一下？你帮我代替一下，我肚子超痛。对面是一个 ghost team 好吧？对面是一个 ghost team 吗？我们应该还拿他吗？这图不应该让他 ghost 打成功的，对面一点都不强。你们不要一慌就傻了，乱喊。不喊，我真的觉得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很烂。我刚刚到喊集火，你都没喊我们，我只喊集火。哎呀，我没办法啊，对面的 ghost 啊，上来血太多了，打球也打不死，只能撞撞他们。咦，绿洲城应该是我们的弱点。咦，你卢夏要么跟大锤，要么去那样那样，跟他们讲说可不可以等两到三分钟？那你要打？没有两到三分钟。那也要打那个天使吗？那我们要打那种不打 Ghost 地图呀、啊，我们不然就没得了。行不行？可以直接上，就这个直接打，要不要直接打？打个那种四 C 的阵容，或者打那种四 C 那种图吧，不然我们打不了、啊。那种空旷点的吧，哪个地图比较空旷啊？莫斯科呀。对，莫斯卡可以啊，莫斯卡呀、啊，打把 2CP 莫斯卡呀、啊，莫斯卡哟，莫斯卡啊，莫斯卡呀，怎么拼啊？莫斯卡呀怎么拼啊？我们不是选好了吗？我们不是选好了吗？为什么要让他们选？在那个啥，在那个你那个你知道那个去皮肤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在哪儿吗？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那你给我，我后面打。我好了，我好了，我回来了。哇，你这拉屎也太快了吧！你这拉屎啊！妈，速拉，压速拉。Q feed 就是那个死亡回放，因为你可以看大招充能时间，你知道吧？那样放 Q cam Q， 你把那个 Q cam， 你把那个 Q cam 关。Q feed 是上右上角那个显示标志，就是然后 Q cam 是死亡镜头回放。他要打 Q throw， 他打光大道。他放了图。为什么一定要打光大道？他们赢了，他们选吗？嗯，不是谁输谁选了吗？他输的选吧。那我们就一般不都是赢了选，输了然后可以选边吗？哦，光大道啊，跟我们打那就是地推大道，好吧？跟我们打光大道，也是一个 ghost 大道，好吧？就这么说。没事儿，妈，上次光大道水的一匹打的乱七。好，大家认真集火。对面肯定打 ghost， 我觉得。我挂谁球，我会喊，然后大家就是同。我觉得对面肯定会拿个子，那就拿，我所以说我直接拿，那别啊，拿个黑影啊，你聊完 C 完拿个黑影啊，拿黑影这图没角度，很难角度，哎，随便也可以，不然的话对面 ghost 我们根本打不过呀，我们其实打正规 ghost 就好了，半 ghost 肯定打不过正规 ghost， 黑影 ghost 可以，我觉得小美 ghost 都可以，小美 ghost 就开一个，然后开干，狂鼠吗？
别吧，别闹了。怎么怎么就闹了？老子拿狂手，赢了我吃，输了我吃屎。别这么，怎么就吃屎？对面一帮废物。啊！不行啊，常吃常吃。我好久没有打大飞，我发现我最近大飞实力好差，好久都没有打。各位基友，老子百分百吃他，公蛋逼毛妹傻逼，非往墙上吸。我把态势就全够全够全够吃，那边全够吃，全够吃吗？全够吃，那就拿黑影吧，那就拿黑影吧。我把派克只留给大锤和和尚啊。你把盾你就留给我就好了，你们一般最好不要给别人。我玩全面。哦，你玩全面啊？那你一给那你和你肯定要留给我的。我主黑大锤，我主黑大锤。对，等一下，黑大锤，你们就打大锤就好了。让我先找个位置找一下。我上个楼先等一下，蓝银挂球、哦 okay, 等一下，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别去，我帮你先冲高能，先把他交盾跟我说，他交盾跟我说，蓝银挂球，哎，等一下，黑的地方，黑的地方，给我盾吗？给我盾，给我盾，没错，小飞残啊，蓝银吗？给我盾吗？我藏塔，我要死，我要死，拿我，在哪？你有没有盾？有没有盾？有盾你就走就行了，不是你说一下，不然我是猝死的。这样啊，你给你扛上。哎，意思也，蓝银挂球。毛妹一滴。一把爆了。我有牌，对面有爆。有盾，我有盾。回来了。我有盾。他们现在小低保，他们没低保。那可能走，你球挂我头上吧，球挂我头上，一直挂了，不要给别人，不要就给我，把球丢给这个大锤就行了。对，不然我要死很快的。破洞，破对面的。这个盾啊！撤，我走。大锤黑了。废物。和尚，小锤，随便，毛妹，上毛妹，我来打点点东西啊，毛妹，去跟前面，你们有个人在点，就跟我直接撞了，操，滚，哎，大锤小心过来，我帮你黑血包，对面大锤，我们刚 DJ 怎么开完了？我直接单拍这两个，我等会直接拍这两个。我马上推车，回来的。那啥，你给我盾吗？给我盾。快一点，你们这么前面干嘛？我往前压呀！肯定要 take space 啊，为什么要待在后面啊？那不用我往前推了。还要推车，来上面。车要收自己重的，你不用管车。肯定要推车。毛妹，大锤挂球。那毛妹不见了。我拍到两个，上三个，全拍倒。后面有个高的毛妹。倒了。救我！吸。我死了。开大，兄弟们啊！毛妹死，不要吝啬。大锤拜下去！哎呀，开船啊，怎么了？什么都开船啊？现在没开了。我被我的传送器被那什么了，然后女塔很高能哦。不是，刚刚吸的时候应该直接开红豆的。没事，我没在位置。先别说其他的，先打。等一下，这波 EMP 我们开或者直接上车刚吗？卢肖在躲。地堡，快地堡，地堡！上。哎，走，跑，加速跑！来我！他们有那个 Rally 加速。EMP， 然后 Shatter， 不用 EMP， 直接 EMP， 然后 DJ 或者和尚开个大，直接上去刚了，然后加速 Amp Speed 的。我和尚不能开， OK、他们有供。啊 ，DJ 开。我看啊，那也得 DJ 开 ，DJ 开加速，然后进去。算了，直接，我们 counter 吧，算了。不要讲其他的，开就对。counter 吧。好，开。先打，来看胜，开 beat。
走。哎，救我救我救我，和小小一号一号一号来加速加速加速，单排我单排我，半血半血半血，哦这波没了。我黑了两个辅助，怎么就搞不了啊？对面放大了。我觉得我觉得拿个 D 吧，我们伤害对面伤好。拿个 D 吧。我觉得真的需要吸伤害。服了。对面拍过了，来破盾破盾。杀到两个。别死别死别死啊！他们拍要来了，他们拍要来了，他们拍要来了。没有拍，他没有拍，他没有拍。我拍到三个，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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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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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找人！和尚被我撞死了。突然我 DJ hello， 杀掉他，然后来快来 take space。你就只有你一个人在 take space。我知道我在等你们，我又没上。我去推，我去推，我有大。剩下的人都去，剩下的人都去。卢夏去跟前排，锤妹也去。下方有核弹，没有核弹。他们没核弹，他们核弹用完了。对面有拍，对面有拍。下方有，我没有。对面有吸，对面有吸，对面有吸，对面有吸。能。倒了，倒了，倒了，倒了。来上上上，哎，有剩吗？快上快上！他撞麻烦了，完了，是给打走了我。我拍到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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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大锤集火，集火大锤！大锤，大锤藏着，大锤藏着。你都到了吗？大锤满了，大锤血满回来了。哇，血好多啊！怎么这么多血？没有，但他刚开圣，他直接被抬回来了。难受难受，我下午我有一个阿姐 ，Mask 来了，为什么要往右边里面角落里冲过去？哦，没了，咋了没了？我回到往右边去的时候 ，Zero to one，switching sides， 这个班直接了，你的私聊老外看不懂。我操！他问你要打多少场？打到十点了，打到十点了，两个小时。那十点之后还有吗？没了，没有。啊！不拿毛妹吗？你们拿呀？不是啊，我不得补全妹吗？我全妹好像还可以，刚了一匹，好吧。我觉得我们到时候，我觉得应该用那个什么，就是用 support alt 要去那个什么攻，就是去进攻。那就是卢啸，卢啸和尚不可能，和尚不可能。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肯定要卢啸。到时候我们要先手开的，到时候我们要开，到时候我们要开，就是我们对面如果我们优势，我们对面少一个，我们直接用 B 的不要乱了。不要就有大，不要那什么，稍等一下，不要随便交，行不行？剩给供，然后我剩一直都给供，核爆了之后再给，再给鸡那个蹦蹦蹦，或者拍的时候再给营帐。啊，那有时候营那个核弹接不住，哥，核弹接不住，你不用那个核，你肯定要不用接，不要接。你要这跟我说，走，好，等一下啊，就给大锤挂球，给大锤挂球，给大锤挂球，拿过盾，别人，会有，帮拿下，我帮拿下，回来吧，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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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我操，回来，回来，你们阵型别乱，大锤在我们后面哦，你为什么？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你刚去哪里了？弹连弹两下，好十三下被弹过去了。Kill me！ 你看 ，Hello， 没了，崩了后排。那完了，我们要被全被吃了。直接死，直接死，直接死！不要不要不要！直接死，直接死，直接死！后壁对面我拍了，和尚一滴。
哇，对面这个构思打的有点可以啊。我直接明说吧，我们辅助不太行，你大锤不要那么好。你一伤大锤好吧，我一直一伤大锤、啊、你刚才一伤的毛妹我看着的，兄弟你要反复挂他，举盾的时候会卡视野，然后我在后面看着，我看着毛妹伤的我一，我是故意伤他的吧，他被套盾之后他那个一伤会不见，你要反挂，你要继续反挂，有走了我他妈拍到了，走了这波不用拍到了啊，没了，直接死还往后退什么，赶紧死，好说死了啊，没事最后一波好吧，看看怎么打呢、嗯、卢笑带我一下，哎呀我快点，其实看上想推人啊，算了走他拍挡了毛妹哎没了，七七二，辅助赶紧换，什么叫永远打不过啊？是没打过，说的是啥呀？打过一次，有一次打过，不是说打不过，只是没打好而已。是谁啊？艾迪来了，你来呀，艾迪，我们打够吃啊，艾迪。为啥？对面是个够子 team 吗？对面是个够子 team 吗？而且打了两张图全打够子，巨恐怖。而且宅神现在这个 B 不在。对，这个 B 不在。我上厕所去了。辅助赶紧，辅助赶紧。中床那张图不是我们打赢了一张图。对面三个大师，赶紧，不要再逗了。三个大师啊，没打赢、啊。我是凯亚呀，都说我是凯亚的，我是凯亚。就 CP 没打。真 QCP 没开啊。这构思就不强吧，他用。对面构思还，我觉得我们打得很水，我们打得很水。乱七八糟的，我换谁啊？对面那个毛妹没死过，把艾迪换上来，把艾迪换上来。我换谁啊？你好吗？都行。孙狗，你可以打奶吗？啊？我打副奶。你打啥？孙狗，我打和尚呀！啊，不是，打、嗯、那个小锤啊！我被换下去了，对，我去帮你打副奶。轮换呀！我你们这所有位置都重叠的，我轮换，他们要换。一豪，你已经犯了很，就是我又犯什么错了？不是犯什么错，你首先，这个是谁的？把游戏关了，他们要换人，他们换人。第二个奶之间的配合，然后 VV 也是。哎，内阳呢？你们两个一起打奶意识都很差，说白了没有交虫过呀、啊，还有什么？不是交虫过，就意识很差，不是交不交虫。你讲一下我们到底哪里不好？就说 OSS， 要加速没加速？好的话你就不会是钻石大师了，哥。要加速没加速？我跟你说了，我然后上去推人，然后没推过，然后还在那里浪，然后还送死。然后一个卢西奥在后排切我们家安娜，我们家卢西奥站在人群中间，然后也不管后排，然后安娜一个人被切，然后卢西奥半天不回头看一眼，然后安娜在那里叫，然后叫到自己死为止。谁打的安娜？哎呀 ，carry 我 please。不要整天问什么，我那哪里犯什么错，我哪里犯什么错。两个安娜玩家全来了。嗯，不是，我在和鲁特视频，让你就说快来。
然后我靠，你肯定挨打，干了挨打，那你肯定挨打。先打一顿，先啥都不做，先打一顿。我还要不要换人？还是这样先打？先打一把，先打一把，然后再到头再说呗。我觉得我。所谓刷 prototype 那个 prototype 和那个 blue pig 换一下，和那个换一下 prototype 和 blue pig 换一下。我觉得打黑影 CCB 就该打黑影。我得有个指挥。不是我们没有，我刚刚没打出效果。不是我不是我是打那个换人啊，不要不是说跟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什么个人实力，就是我前排站不住。刚刚就是个人实力不够。就是我前面就我前面那个啥，他在说谢谢 ，What the fuck？ 你就开就完事了呗。先开先开。他说的是日语。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你他妈开行不行？哎，真的。什么？别！不要不要骂人行不行？没学过日语吗？不要骂人行不行？不是他没开啊，他没要开、啊。骂人啊？问题是那个什么、啊、是那个。Prototype 他还没说，不是 Prototype 和那个什么 Prototype 和那他们在等什么、啊、他们没人可换了呀。 OH is AFDK 我打那个和尚发错了，我操，可以都换到自己的，就是说你可能要打的位置上看看，就是说自己的位置跟他的。不是拿黑影就别拿，这配 Ghost 了，没鸡巴用。我们伤害他们应该不是要换，他们要休息。他们有休息，他们有人 AFK， 有人 AFK 了，有人。那我们说说。不是，你听我说，听我说一下。你们我们拿黑影的时候就不要再拿 Ghost， 就黑影就不要配那个大锤毛妹那种。我刚才我把马吸他妈四五个，然后我们杀不掉，大锤一直在轮不死。对面有一是有辅助有防守大招，二是你这玩意儿怎么轮？就是和尚一不能一个挂六个一伤啊。那没用，因为什么？没用啊，你黑了也没用。没有黑掉，不是没有黑到辅助的大。他黑到他全黑到了，但是那不可能开了大招，那不可能打不死啊。黑到所以就是因为没黑到吧？没有不到啊。我后排，那。第一个点，我们进攻的时候，进攻下来的时候，那个就我黑了后排两个辅助，前排兄弟那个卢西奥在屋子里，你没黑到他砸了个那个一仗。我是说第一个点之后，我第一个点之前在打进攻的时候，我大招稍微快一点，所以我先黑了，然后他和尚在后面，我过不去，我先黑的大锤，他们盾没有了。抹不掉，我们就是伤害不够，我们就正面伤害不够，主要就是就不要再拿大锤。我说句，我就一个点，你们就换就完事，就不要再拿大锤了。我有换，咱们就打三 C 啊。你黑影不配三 C， 你怎么打没伤害我们？就无脑就那行，打伤害就好了呀。我知道那刚那波第一个是我的，第一个我知道，我两个辅助他都交了大，我没有黑他们是我的错，但是可以打，肯定是可以打。兄弟，不是，我想说，不是，你别说，黑影 Ghost 打是肯定可以打的，只是我们打的就我们那边推。那现在有更好的打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配黑影的 Ghost 呢？问题是我们现在打不过、啊。刚刚没有，刚刚开了，开了，够啊！刚刚打不了球加 C， 球根本打不了。那个，就不要拿球呀，咱们换点别的。别的阵容都可以啊，什么阵容 ？R 根本打不过去啊！法机狂鼠就想玩就选呗，问题是打不过啊，法机狂鼠打不过、啊，是你怎么就知道打不过呀 ？C 呀，我的天啊 ！C 呀，你就这样子，上个阵容，个人实力差很远，完全打不过。这边那个拿居家原式，居家原式，你们要打三 C 还是四 C 还是五 C 啊？那打，这张图真的拿过没有猪呢？是加那个不是这张图你们打三 C 啊？这张图第一个点打三 C 吧。
对对对对面够傻，你们拿个百合，拿个黑影，拿个法基天使，肯定打得过。这第一点三 C 绝对打得过。嗯，也是这么空旷的地图是吧？第二点我们再换构思、第一个点是可以打，第一点绝对可以打。嗯，孙哥，你拿残垣塔，没人保得住你的吧？孙哥，你直接拿个天使，小的不拿天使，小的没人保得住你。直接拿 DPS 就行了。我来把他们拿 DPS。我跟你说，我来把他们撞出来。我把他们从小房间撞出来，然后你们这个不一定打得住吧？不需要，可以。塞亚不用换，塞亚不用换，直接上那个法基。你一定要法基，一定要法基，法基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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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阵容我们只需要，这个阵容只需要法基够死，够死。对，所以说这点，对面只打够死，管不住我们，他就打不过。对面只打够死，对面只打够死。对，对面只打够死，所以说我们这个图可以打。我们等一下啊，塔半血，漂亮，哎，怎么死啊？来黑黑，和尚残。可以飞我不是这我不可能奶到所有人的这个你就跟法基你最好就一直跟法基，然后其他人就不太需要管。哦，那他们叫一个来可以把那小锤烧不掉，先让他拉人那先回来想让我想他们肯定要去接人的。哦，麦斯打的压力好大。对，没办法。等一下啊，你们人齐了吗？人齐我就上了。对，你们高台什么都的，你们到了吗？走，我上楼。这大锤，我再带点，我再拉点，我再拉点。漂亮。大锤一丝，这里面。大锤能上吗？一万一丝，一万没了。漂亮。来，叫大锤小锤都杀了。大锤死了。毛妹。就只要这么打就行。上面那个和尚，我去搞他，我走了。跳了。OK。笑死我。来，后面一点直接换构思。直接换吗？直接换，根本打不过。最后一点直接打，直接换构思。我行吧，我反正黑影没大。我觉得没事。黑影选择黑影要的。点什么鬼啊？宝啊！哎，直接换构思，来，直接换构思。构思。我觉得现在构思还打不过，我觉得现在构思真的打不过二。我觉得低吧，总换个低吧。没事，我们有黑影，黑影大，看能不能打过。打不过，来等一下，先别推坑，对面快有，对面有星星，走，你们到了吗？走，星星来打他。星星关谁？等一下，好，哎，对面要骗掉吧。别着急，不要打技能。这波直接死吧，不管了，直接死。对面放了，对面三个打，这个圣骗出来了，三个打，然后下坡我们 EMP， 下坡 EMP， 然后直接上，好吧？回来，要么死。大家呢？别去了，别死，现在 stagger 很疼的，很伤的。哇、哦，怕死我了。然后。走，毛妹高了，走，先让我们先等我们毛妹高能，先让毛妹高能，然后再去验皮，好吧？走，我就黑卢锡奥，我主黑卢锡奥。先别放验皮，先让我们毛妹高能，我们毛妹高能验皮没有用。高能了吗？等一下。OK， 你先来，后面会星。我星一丝。哇，你别死。来，给我转牛盾吗？路上黑了，心有大，挂一双。看，这样只要这么打就行了。我们后面的图，星星又涨，星星涨，太多了。星星，你要双本还要盲妹？哦，不是，我拿大锤，
你不是星星构成吗？你说第二个点星星构成？不是，他应该夸你跟枪好了。我说错了。我没打够他，所以你第一个要干什么？就大锤那个降高台的那个办法，就那个降高台让他们不打高台，他们只要站不到高台，他们就打不过我们，因为我们毛妹第一把可以一直在高台射他们，而他们却射不了我们。那我们还打纯够是吧？啊，我拿卢锡吗？拿个毛妹，拿个卢锡，拿个卢锡。哎，小乐你玩玩 DJ。哎，小乐你会和尚吗？走，站高台，这个不是不会 DJ 的，他妈的，是不太会啊。那你让你鱼我，那你们两个换一下呀，你们换一下了，换两个 DJ 啊。我赶紧换，不用推人啊，就滑就完事了。不一定要推人，哪有枪往哪滑？快点，推人，站不上了，你们上不来就高台上不去了。快点！我上不去了呀！别怕，无所谓的。来，帮我加速，来，快点！我们会被推下去的，一样的，会被地板顶下去的。啊！我操！他没上来。大锤一枪！哎，他把我黑了！等一下，没事。大锤！残血！走，有那个小锤。小飞箱，加速！完美死了！上！站这个高台，然后到时候毛妹和迪瓦不用下来，到时候。嗯，好。只要我下去就行了，然后我们俩要动。他推你。来，哎，拿手。哎，有事吗？毛妹斯，我操！哎，我死了，这个。你想那么？这样可以打，集火！来，我开大。好，我掉两个。大锤伤了。这个打不了。可以打，集火！大锤！只要你们能杀一个就能打，我马上回来。啊，算了，死吧！不要！哎，我要三个，直接死。我没想到他。他挺快，但是对这个烟皮有点快。他有点快，真的有点快了。这个没办法，你是被黑了，你也被黑了。他直接被，我没有想到他有 EMP， 我在他黑的一瞬间把他都给救了。没事，这波看看你们破盾就行，破盾然后我拍，对面拍掉了吗？对面 Shadow， 我没有躲他那个。对面的 Shadow 掉了吗？对面的 Shadow 没有，没掉。OK， 你们上面，你们上都还在呢。剩焦了。哎，我被哎，快了！你把去看一下，我拍。哎，慢了，我的。大锤！我没事。打了，走。漂亮！这个。毛妹。我操，毛妹残了。毛妹在别里。可以打的。哎，我被黑了。哇，难受。DMP 怎么又有了？啊，这个有点。DJ 死了，可以打。你要有吗？走，一姐前面。我杀两个。你们再两，你俩坐哪？坐哪？我让留一个，我伤害金，操你妈！杀完，赶紧杀完。毛妹杀了，掉了。对面毛妹亚哥换好了，你们当心一点。对面大锤拍也换好了，我对面交了是吧？我上。两个辅助分开站。他们有 EMP。他应该不知道谁有大。对面大锤拍换好了，对面毛妹大快好了，你们自己注意一点。没能量，我操。没事，我帮你去蹭能量，等一下。我得给你留着，我操。对面 EMP 也快好了，等一下。又黑我，有病吧？我拍到三个。
大锤一枪，大锤一枪，大锤，大锤，大锤一枪。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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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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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撤撤撤撤，稳一下稳一下稳一下，稳住稳住。回来回来一下，稳住。一，来直接开始走上。走上上上，轮他们轮他们，不要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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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锤小锤小锤小锘，直接杀光他们，操！怎么交上了呢？他们交啊！我哎哎。哎你这干嘛？你他们教西梅，他们教西梅，他们教西梅，他们西梅教，他们怎么？他们没教。我们的毛妹把西扔出去了。我还转身吸了他一下的血。哎，演员，你们对面教的呢？操！哎，演员，演员，好吧，演员，这个演员好吧，这个真的演了。没事没事，等会儿等会儿用 bomb 开场，我的大招快好了。我们最好 counter 他们一下。对面大招了，我觉得。对面吸他吸，我吸我吸他吸。他吸我，他单吸我，他单吸我，他单吸我。哎，打到了，我也是。帮我帮我帮我！大锤大锤大锤！没事没事。大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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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去去去！牛逼牛逼牛逼！前面前面。去去去 ！Easy cup， 好厉害！对面好爽，出去了，都转弹出去了。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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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哎不是，对面放什么大招了？对面啊啊，对面交了一些兵，交了一 PMP 被打断了。然后有对对对对，那个、对面有拍吧，对面拍吧，拍招还有还有拍，他们交交那个交交供啊。OK OK， 这边有 Diva 了，对面没桑布了。对面没桑博，没有换了，没有毛妹，肯定没了。他们在打，他们没大招，他那个毛妹现在零零能量。对面拍就没拍，对面拍，他有拍，他有拍，他交盾了，交副盾了。我们不可能交主盾了，交主盾了。啊，对，他们不打，他们不打。盾好了，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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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是为了搞高能而已，现在他们只是为了高能而已。你有盾吗？等一下，得骗他们盾。没盾，五盾，五秒，四秒，三秒。有吗？有有有有有。有高高伤，智商。我有盾，我有盾。nice nice。他们交虫了，要吸吗？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大锤，直接平推平推平推，直接平推平推平推，卢笑卢笑卢笑，头顶，直接直接普通，加速加速，卢笑到后面，卢笑，哎，毛妹毛妹毛妹很高能，毛妹很高能，死了毛妹死了，牛逼牛逼，地震地震，地震死，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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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了别了，地堡地堡地堡，鸟鸟没了，我的，死了，直接跳跳跳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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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跳，没事没事，哦可以可以，这个配合好了。对面我核弹交了，我操！你把核弹交了，那没有配合了。没事，我下边再打一个出来就好了。没事没事，你要直接吸的，这不？没事没事，不伤害他们没辅助弹，他们没辅助弹无所谓。对对对，下次就好，下次不要这样。对面啊够，然后你给我断就好了，给够打就好了。可以打吗？就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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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断，这样一点。右边有个毛妹，来上上上毛妹。先吧，毛妹杀得掉吗？漂亮，直接杀，直接铲，直接铲，直接铲，铲到！哎呦，上上上，下波我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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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核弹会回去换也行，无所谓。跳了跳了，他一进啊！哦，下波我拍，下波我拍。我直接人。下波他们有拍，下波他们有拍的，我告诉你说。直接直接敌方。我这吃他吸，我吃他 graph， fuck off， you guys fuck off。打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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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躲开躲开，来我吃他。对对面有对面有牌，对面到现在还没交。后头多走了，大锤右边，都走大锤后面，不要被他单拍了。哎，他绕了。毛妹右边，毛妹右边，我没盾了，我没盾了，我没盾了。看到两个，找了，哎，哎我的，我的，我的。那是那是。有事吗？大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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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大锤优先大锤。哎，我被推出去了。来，小锤小锤小锤残。啊，小锤小锤。打到加持，打到加持，可以的。地瓦伊斯，地瓦伊斯，大锤大锤帮大锤帮我们大锤帮我们大锤，大锤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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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锤大锤大锤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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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 hold 住我就可以回来，漂亮漂亮，又有 beat 他，怎么又有 beat 他了？我毛妹一次的，毛妹一次的，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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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A 在典礼，这个毛妹是不是锤下去了还是什么？锤死的呀。轮死毛妹已经轮死了，毛妹。等突然来了，等突然来了吗？我杀！我杀！那杀不死，杀不死，杀不死！我的，我几期？别叫！哎，小猫，我没有金牌啊！啊，我想问一下，金牌在我这儿，我输了，没有金牌。
支持的正面。我三十二个银牌，我才二十个，是什么鬼 ？Pogs。我操！你为什么不回头看啊？为什么要回头看？拿小手枪打呀！不是你回头看位置，或者还可以补点伤害。M lock 兄弟，这个和尚被我 M lock 多少次了？我操！我单杀他好几次。Garbage。就残局的时候。他们是换了人更是第42命中率，不要 report。 这边不就换了一个吗？然后就被我们拖后的了。对面哦，对面对面刚玩到玩到你干共好吧。你这个能干共是真的傻逼好吧。我以为是不是不是不是，你那感动最好，你至少扔飞出去啊！你扔墙上是啥意思？扔飞出去，扔到他们家门口还可以吸一会儿，是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打一遍那个啥。不，别吧。我们打那个吧。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现在唱什么？他们选，他们选。哦，混合组还没打，混合组还没打。哦，还有混这个纯推车没打过，对，纯推车打多拉多吗？多拉多或者直布罗多，多拉多别吧，我们第二点不能在那打的傻逼，我不要打多，打那个六六六公路啊，那图怎样打？那张图又是过次了，六十六公路肯定打六 C 啊，不是四 C 说错了，四 C 可以打，六 C 是什么呢？六 C 没有新英雄出的话可以再。新英雄出的话可以打、啊。新英雄出了我就不玩这游戏了。要是允许在排位里，妈，可以啊。新英雄来的话就打二二二二，可以打打人够死啊。VVV 就是 VVV 对吗？这个好像是那个 Run 的话，我记得。江河堂。哇，堡垒吗？不会，江哥倒不会打够次吗？我觉得可太少了。Welcome to Jungle。这是居土呀？是啊。怎么了？啊？怎么了？咋了 ？Go go go go！ 为什么要换边？我们换一下吧。我们前面一直都先进攻吧，可能。Welcome to Junk Town。起来好，都可以反过来。对面，我觉得还是 Ghost 压 A 点，我觉得肯定是压 Ghost 打 A 点，太慢了。Ghost， 我们他妈远距离根本可以搞他们了。他们可能会打，我们打那个啥吧。哇，这样打出来，奥里莎呀！他们打 Ghost 根本扛不住这个伤害，知道吗？走过来秤都没了。你要不先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这边打什么。对啊，拿个黑影吧。可以玩小美。不是，我们防守，我们防守，你看不看？黑影怎么看？我们防守。哎，反正也是打傻子，我就玩小美。他们，那我是觉得防守也行。到 Oasis 都拿全 Ghost， Oasis 可以打。哎，你们要打三 C， 我就拿球。Oasis 这个打 Ghost， 我觉得很傻。你们要拿三 C， 别吧，打三 C 吧。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我快就回来。不是我玩啥？和尚可以啊。我不打。堡垒车吗？那堡垒。要个 D吧，我们要 D 吧，我操，感觉。干啥？他堡垒车吗？堵家门的直接我就，可以堵家门的。喂，你听到我说话吗？听到。我操！我他妈刚刚突然出问题了，我听不到你们说话了。啊！我他妈的！我操！你才到这里啊！妈的！我刚刚在搞那个东西，我突然听不到你们说话了。别露头就行，别露头。有伴奏。走，拐角打，别跟他硬刚，这边打不过。
到时候直接拱上去好了，站在上面然后给他一个禁疗吧。对，拿到，不一定能打到啊。嗯，他们有敌方，不一定。等他们过来点，等他们过来点，我们就可以那个啥了。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三二一，上走。哎，我操，瞬间秒了，无效一丝。打那那那眼，对面堡垒掉了，一滴吧，一滴吧，一滴，要爆了。后轮 ，Can't carry you guys。放有信心。什么意思嘛？放有信心，放有信心，放有信心。我上。什么叫 carry？ 别死！他们还堡垒还没回来了，回来了。上不打，这个点打不了。这个地方吃了。快堡垒吗？堡垒打堡垒吗？哇，防守我们打堡垒吧，我们打堡垒不是要被搞死吗？这个直接拿跳狗啊！打堡垒了吗？还跳狗？拿跳狗！我早就拿，我早就拿，我早就拿了，这样换，我早就拿了，拿个那个啥原石啊！我换。啊，然后你快换 Eddie！ 哦，你要原石？哎呀，我老是长枪位。你们到了吗？你们到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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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再等一会儿。上面的哎呀，不行！哎，那走吧！开矩阵，强势堡垒，快！强势堡垒，走！必须得打了，不打没了。哎呦，没办法，少了主哪没办法的。没事，最后点，好的。没事，哎，别急。下个。对面现在肯定有很多大招，像没有交了激素。OK， 那你等一下把激素给我。地板有大。你如果能刷出激素就先激素啊，如果到了还没抓那就把激素给我吧。我给星星。那走位置去清凉的堡垒。如果能把刀刷出来就激素刀。给星星。等他们过来点。你们准备好了吗？到了吗？安娜接我枪啊！等下哥来过去，过去坐。走然后还有 boss 方，对面堡垒有大，我还要自己上吗？别死啊！等一下，哎，来躲一下。我去，我准备要上了，等一下。哇！我操，太疼了！这个、啊！哇，我们这个打堡垒不太行啊，我觉得。打走。我放我好菜。哎，能不能集合一次在一起上？就跳进去 ，Diva 开矩阵，然后强势堡垒，跟国王大道上回打的一塌糊涂那个一样。你开个是就我跟星星过去了，两波都是我跟星星过去了。我们一开始五打六，进攻拿了啥？就一开始五打六，没办法，主要是被 stagger 了，没有被 stagger 了。然后最后他。最后他开，哎不是开飞机杯，他开堡垒的，怎么可能打？没办法，最后他们大太多了，根本打不赢。C 你到底想打什么？你先换了狂鼠，又现在换堡垒，你现在到底打什么位？你要打 C 你直说。我没打 C 啊，你们说要打三 C 啊，那个我才换的狂鼠啊。拿堡垒，拿个堡垒，你们先拿个堡垒。拿个堡垒。我把对面堡垒杀了呀，你们上来就全死了。拿个堡垒，拿个长枪。这个是这个六个人都打不好，那还打什么 OD？
不倒了。他们躲在那个左边下面。看到了。来，我把他们吸出来。就在左边。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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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秒钟。你好了吗？走，上来，走。我把他们吸过来了，吸过来。奥利扎伊斯，这把头射他们，射他们，射他们，射他们。我帮你挡。堡垒是右边，这班车是右边，不好意思，是错。班长，班长，右边。班长是右边。安娜，站了，站了，站了，可以上吗？站了，安娜三。然后那个左边那个奥利沙，狙呢？狙不见了。还在右边，还在右边。后面。我把吸出来。好没了。班长在正面，班长在正面，窗口。啊，我知道，我在射。你拉就说。我现在没有拉，我没拉了。来，一伤了。哎，难受。班长能杀吗？地方，杀地方。哎，你杀他。杀地方，上星星，狙在海后面。地方，看啊，低点了。哎，狙后面。我知道。在哪？nice， 没杀掉，杀掉吗？没事，可以继续坐着。下波我有帮狗。我伤不了，伤不了。对面现在就想打一波技术刀的，好吧？对面下一波应该打不进来，他们应该有技术刀。没有，刚换了，刚换了。你们别死，你们上面别死。我拉吧，吸出来，两个奶都吸出来。行。没事。来地方杀，地方杀了。原是。哎，别喊我。你们死了，在哪？杀他！我站在里面。他应该不要了。没有了，那个无所谓，对，就差一个人无所谓啊。对啊，上面配，你放心点。左上。哎，顺狗，你躲一下，对面有 EMP 的话，到时候你要躲一下，到时候。他现在还没有 EMP。现在还没有，你再过一会儿你要躲，不然就没得了。四弟，正面敢跳进来，我就直接帮狗了。哎，他黑了，来，我直接帮狗。追我了。哦，强吃了，没了，可以，如果能炸死了没？看，可以打，我在打星星，来，星星残，低保在后面啊，原残 ，play slow play slow， 等一下，慢点，和尚能杀吗？星星残，和尚残 ，focus 原是，我换星星了，换星星，好意思，那个原是死了。我上面有个敌吧，又要掉，换星星，最后一图换星星吧。下波，技术好吧。看不到。等一下啊、哦，我来刷我来。刷了刀。对，他应该是你能刷到就可以有。哦，可以，看 ，nice 啊。等一下，哦，跳了，可以打吗？我跳了，走你。安娜，我刚那枪是打和尚的。安娜，你伤的。原是残。他后面来那个，你准备把这个？我没有去刷，来了，有原是残。那想到。我没有。没事，那就别放大刀，那就下播。下播就刷。我们下波四个大，下波五个大，下波快六大，好了。然后集合一波。小地把拆掉了，不要送能量。有技术刀吧这边？对面，快了，没有技术刀，应该还没有，应该暂时还没有，快了。EMP 也交了。对，然后我跳上去，我们就直接把。你是准备好直接告诉我？等一下，我们先稍微绕过来点。来，准备好了吗？你们？他和尚有大吗？和尚，我去把他逼下来，怎么样？来吧，直接来。和尚，我黑了。瓶子被弹了吧？弹被弹了吗？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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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过。我、对面什么叫什么大招？加了圣，加了。加了圣没了。有 EMP， 你想不 EMP 有点。应该没有。有一个点，有一个问题，如果黑百合一分钟、两分钟之内不能捡到人头的话，就直接换成跳狗。哎等一下，对面小弟，小弟，等一下，我等一下，发现那个黑那个，哎，那是我。黑影没传送，黑影没传送。行，在这，在这。我挂后，我在挂后。我要左边，他要技术刀，他肯定有技术刀。对，所以说我的电塔。我给你堵了。他没有，杀他。残血，我操！妈的，滚开！阿拉残，漂亮！和小地方，啊，那个什么，那个布里侠，布里侠，拿我，你快有技术了吗？这个不知道的。哎 ，reloading， 哎呦，快去抓一颗，你去抓，然后哎，后面，帮我晃一下，天使跳天使。来，有激素吗？有激素吗？等一下。OK， 你好了，我就上。他知道我有刀。我就可以上。来，哦，等一下。激活，来上，给。守你。没事，砍光他们。上面地方。电视上。好。走。上车。原始。看啊，换表了，换表。这里是可以，对吧？还要打吗？换图了。传。换。传吧，微信而已。不打了，这样子。换哎，能养这吗？可以啊，我觉得再尝试一下，怎么就是浪费时间了，这样浪费时间。说。好，我也觉得没有问题。那慢。我们是进攻，我们要拿我等会防守拿出来。正常都应该是直接下张图了，直接下张图了，一般没有。直接下张图了，直接没有打完的吧？下张图吧。一般没有打完的，直接下张图重置。我都推完了，都想，我们要想一想，就专门对堡垒的有一次性的事。你说 competitive？ 我们安娜尽量没跟上，第一波直接被半藏劈了。那不没办法。就准备进行尽量的，然后什么图 ？What map？换个全推车再打了，那现在打什么图？打尼泊尔啊！尼泊尔呗，尼泊尔打尼泊尔吧，我有点想打尼泊尔。也听到声音了。嗯。尼泊尔。我的好友里有一个菜就把嘴闭上好了。你们要罗汉吗？还是啥？我还可以打一局。这一局这个很快。哇，对面绝对！哇，对面这个。还是够死，对没有？啊，这个要拿大锤，这个要拿大锤，全装要拿大锤。装可以打四三 C 啊！这怎么打？你要打球啊！你要打球，那就我们打三 C 啊，三 C 安娜和尚，或者你们要打够死就打够死。三 C 还安娜和尚。三 C 打天使，安娜 DJ 啊，三 C 打天使，打天使，天使法机。那你们打这图打四 C 吧，或者四 C 老了吧。
个打四 C 吧，这张图打四 C 吧。对面会拿小美的，应该有可能。会的，我不要形象，拿 C 拿 C 拿 C 拿 C， 拿法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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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打什么？你要小乐拿那个呀，你要小乐拿天使啊，你拿 C 真狗。为什么主奶玩副奶啊？不是四孙狗拿 C 啊，孙狗拿 C 啊，孙拿 C 啊，你让小乐拿天使啊。十六人辛苦。班长，班长，班长，把鸡。对面也是放狗，全放个。我砸，我砸 DJ， 把鸡半血，把鸡半血。我上来狗，哦 ，shit， fuck。四十血，哎呦。我的球直接被跳没了。对啊。没错。伤害好高的呢。我知道，但是没有没有，我不敢拉，我刚刚有两个坦在那边看。没事，可以打，可以打。啊啊啊啊！可以打，可以打。天使，天使，拉拉，天使，拉拉。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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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好，来，我再点，我再点。我知道，天使，我知道，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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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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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一次，漂亮。行行行行行行，加黑 DJ， 然后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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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龙有个。法击法击二龙，法击二龙，三黑倒三黑倒二龙，天使你能过来？法击来了，法击来点你了，你们在你们后面。法击不多，血不多的就半血，那下了下了。我墨镜，我墨镜。好的，下波 EMP， 下波把那个D瓦黑了，然后看墨镜就行了。我黑怎样？黑D瓦，肯定黑D瓦。裂空了。上面对面走上面，对面走这里，对面走这里。等出来，等出来，等出来！我砸了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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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我一把又黑了，一把又黑了，一把又黑了！漂亮漂亮漂亮！那个一滴血，幸运石，小地方，小地方，小地方，别别别！小地方养，没事没事没事 ，I'm sorry， 没事。下播 EMP 法击大呀，直播。我也有大，下播我和那个都放大了。他们走哪里？还是走小房间吗？对面有什么大？对面有。Kitchen。他们应该法击要起我脸，我丢了。走哪里？对面。对面走上面，对面走上面吧。没 bubble， 没 bubble。法击应该有大。哎，法击有大，法击吧。法击一死，法击一死。法击死了。天使他去拉了。挂掉我们法击。天使黑了，天使黑了。天使，漂亮。下波他们要起我脸的，我先溜了。下波他起你，我 EMP， 没有，不用怕。下波直接 EMP， 直接把他们给黑了就完事了。打他们换原色。下波 EMP 都没出来，我的 EMP 都没放了。对对对。他们为什么还要躲左边上面啊？我服了。有安娜。这波可以直接赢他，这波可以直接赢他。猎狗小心。提前打，先打。要提前打。对面走哪里？就 EMP， 他们出门就 EMP。哎，对，可以吗？可以 EMP 吗？行，啥？我在弄安娜，安娜也死。哎，点。没事，不急。我先来搞，哎，我死了。放下。哎，我对面那波安娜都掉了。DJ 被黑了。哎，没事，下播。点没了。点怎么一下就没了？点没了，点。我应该是下点，我刚刚放了个炸弹。我刚有大是吗？大没开出来。对啊。我有大了。有白色，白色。等一下。机会不好吧？别走上面，别这么堵的。走，不走上面，走。你们要 open and go。你们走，我得上二楼。我上哪狗？谢谢。我去收点，我来勾点。你去杀人，我来勾点。哇操！被粘了。安娜残，原也残。哎，我不想，哎，我想上去拉的。错了，炸弹被粘了。我操！集合。OK。他交刀可以，他交刀了。放狗吧。你们还要打四吗？还是别打了，我们绕中啊。OK。再打一波。你去跳那个安娜，你去跳安娜球，不要走。我走。我是我刚刚为了裂空都来，裂空都来，球裂空，然后都来安娜。嗯，我要死了。
他要基础新人了。球怎么？可以继续，我黑黑地吧，我黑地吧。哎呦，你球能不能等一下？我的真的奶不过来。我需要前排七分钟伤害，只有一个天使。我知道，还好碰到了。你不要老是就看一道目标然后你就上，你要看前排，你要看后排。不是，我刚刚在那个小房间，我觉得你们要走上面，然后我只是想帮你们 take space 而已，因为上面那个我帮你把门弹开你们就可以进去了，结果我啊，你要控制一下。哦，我们现在还是单奶吗？我们现在还打单奶吗？不打。啊，麦克雷，我拿什么？拿第一件，哦，这个和尚拳。走。哎，别说。安娜。对面原石，对面原石。猎空加猎双狗加这个。大锤。你有盾吗？大锤残了。小心。没有，他没那个金刀瓶，我这里两个奶，两个 team 没奶的。大锤在这里。我杀不掉。回来吧。你们是能死吗？大锤能杀吗？我快好了。我可以帮你晕他。可以，你能晕吗？没有。拿下，帮我拿住。好的，可以打。我，哎呦，操！毛妹，还有西，一起的毛妹。你们坚持住，我就可以回来。我有拍了。在哪？能赢，大锤掉了，能赢。哎，漂亮，这个星。毛妹，那也拍了。第一，拍。我操！我的。哎，傻逼！傻逼！这个招太屌了！这个雷波傻逼！拿下！我要死，我缩退的。拿麦克雷了。拿麦克雷了吗？对吧？麦克雷右边。下面什么？没盾，双没盾。对。哎，没撞到，那是我。半血，一丝。我是伤员团。哇靠，牛皮！我的，我刚刚差点撞到，那是我。没事，差一点点，那么一点点，我差点就睡倒了。左左门上来吧。这样我就不用，这样我的盾就不用拿了。那上来。顺龙上了，这样我的盾不用受拿很多伤害，不然有点麻烦。不行，好了，等一下，对面快有牌了，我快有50了，先帮我拿下，走。来一口慢点，我帮你撞。人是在右边。阿南没针，你干嘛？阿南没针，没盾的，没盾，三秒钟。我死了，操！我排了，是，漂亮，能赢啊！毛妹，麦克雷，那死了吗？我操！我这个胜利太关键了，兄弟们，你差点就没了。对，我差点没有，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刚打出来。
我刚看我到最后一百血的时候，哇，吓都吓死了。哇，金星了，我们要不拿三两吗？这张图拿三两我觉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图卢西要好一点，但是你随意。我觉得三两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图肯定长距离 DPS 好啊。这图可以打狙了。对。放狗啊！哎，我追一下没了，难受，兄弟们。哎，哇，什么鬼啊！这么着，哎，你怎么跑那儿去了？我站这个柱子肯定要站住的。原色 Ash， 原色 Ash，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上。哎，你太远，你太快了，我没上，等你。我没屏，没上，我没上。原石，这个原没有带血，这原石没有带血，原石死了，原石死了。怎么跳过去？我要死！没事，奥利桑，一直挂球的后盾。走，我经典了。我操，你原石经典了。你说啊不 ，pick 出来。哎，猪他躲不了。猪，走，原石，准备啊，等一下，等我。走，上等，怎么样？等下，怎么样？来，你能给我技术吗？手，我你，原石，我上了，我他妈卡住了，操！裂空在你们后面，星，哎，猪，裂空没回数，安娜，我在给你切安娜，安娜死了，哎呀，我死了，楼上快跑了，哎，我操你！可以了，别靠我！哇，难受了，主播。哇，别怕，没打赢吗？你那样子小角落里面单吃一个安娜，你自己送很多能量的，而且你容易很易死的。我延迟，没有人跟你跳。我知道我延迟了，我延迟了。我刚刚200瓶泄洪了，泄洪了四次。我先干了四次，没有出来，你知道吗？一直没有出来。绝望的一批，你知道吧？他们交激素了吗？没有吧？我去秒他，算了，秒不了。激素刀有没有啊？就算有了。我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杀掉。没睡着。我要收技能。我在电他吧，我在电他吧。原石一直挂一伤。操，延迟，妈的！我操你妈！延迟，牛逼！错！坏了！住！当心！哎呦，吓我一跳！技术，有没有技术啊，主播？我准备，我要跳进去，我要记住，等一下，我准备上了 ，Let's go， 是吧？安娜残，哎，我打 boss 了，我杀了一个，我死了，没要去，绝望，哎，我的。就前面压门，我们不能压门的，我们两个 dev 怎么压门啊？不是延迟了，我绝望了呀！我延迟三两次都是，然后我的，没办法，这不用游戏没关系。你多少瓶啊？
我宿舍 WiFi。哎，我们应该到时候和麦克站一块，应该就能打。他会晕他，没接好，没接好，小细节没做好。嗯。本来这两个点都可以赢的，我们都是站到最后的。他不在。大师哎，对面之师，上小号了，好莱坞呀，好莱坞，好莱坞呀，上小号了，肯定。嗯，对面那个41级的就是小号，那也不至于，反正我觉得他们大师就打的跟打法跟你选的人物有冲突，对面竟然不打钩子啊！刚刚那个图，意外啊，有点惊喜。别再卖你电脑到底行不行？你的网络，我那怎么办法？那你啊，你们我重启没有用的，你看吧。实在不行，你们实在不行，你再找个主题打就好了。啊，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主题玩家，你又来个玩了啊？按理来说我是不玩，我也不想开吧，那开吧，别玩了吧。那你就甭玩了。Welcome to Hollywood。哎呦，榜首吧。你是哪里人啊？北京的老哥。Initiating match。甭玩了。真的假的？我来跟嫩芽套点近乎，跟蓝麦克告一把。蓝麦克还在。看能不能给我们指点一下，铁拳。哎，你快点，一会儿找老麦克打 Apex 去。够什么还是什么？不打够死。哎，炒饭你玩玩。哎，那快点选呀！无敌啊！怎么那跟打拳皇似的？这十几个英雄，给我毛妹吧，给我毛妹吧。别呀、啊！别呀、啊！不用玩了呀、啊！这也是，这是来个全妹的玩。你试试全妹，试试全妹。拿全妹，拿全妹。我可以。对啊，打够啥？打够我不打够一般啊，有点难打的。来站高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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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站高塔。这个图要 DJ 的，老子在金枪呢。站高塔，站高塔，站高塔。我了，我 come top，come high ground。比赛是没有皮肤的，比赛是。刚买个金枪。你们不站吗？那我就站这喽。只要盾，直接说，跟我说。我也可能保人，我可能都留着保人。我要留盾了，我要 recharge my shield， 我要 recharge my shield。
我给过了，我给过了，我给过盾了，我给过盾了，我给过盾了。正面小心，他们分正面两个 C， 正面两个 C。先抓的星星啊！星星死了。原石在哪啊？原石走了，原石撤了，原石撤了。妈的，再打一次！我操！杀掉姐姐。杀了这地方，杀掉啊！杀掉，杀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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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杀掉他！不要拆他呀，就这样子待着吧。不是你杀掉他，他们可以在哪一边呀？别叫你，别叫你，他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很乱。对，我们下波主动打上去，我们下波主动打上去。那叫背包，那叫背包。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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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等。太棒了。Beep 看情况，血量太低叫 Beep， 然后如果可以加速打，吃他们后排，吃安娜。好，走走。安娜，安娜，安娜死了！哎呀，我的妈！我已经跳起来了，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地堡去上面找，地堡上面待着 ，nice。哎，这原石你死了哥！全面小心，全面小心，全面小心。啊！别花了，兄弟！我操！对面这什么鸡巴阵容啊？他们求我们，真的。对面星星够死，你们大神，大神够死了，打 combo 啊，这波 combo， 对面那个 spotout 有吧？准备那个吸核吧，没主盾啥的。我吸墙，我吸墙，等一下我吸墙。我上，我有盾，我有盾，有盾，有盾，有盾。我盾没了，我盾没了。你要跟我说呀。看到两个啊，没事。没盾你。马上入侵，你们提前打呀？对，我们提前打。没人跟我说话。Simulus 听不听得到？啊？什么？什么？听不听得到？没盾跟我说话，不要等到盾没了然后缩角落。我以为你要吸，所以说就没。我刚，那你也要往前顶啊！你不可能让。因为没血了呀，没盾了呀，没办法。在门口打一波，门口打一波。我有 rally， 卢肖一滴，卢肖一滴，卢肖一滴。我操，这你都没了。哦，进不去了，没了。不是不是，那个你看到那个小格子吗？把我拦住了。你别撞出去了他。我被那个什么，刚刚那个我奶没知道，你知道吗？那个什么，那个。保一下敌吧，我死了！哎，你怎么在外面啊？我保敌了，死了！哎！老天，怎么跳下去了？被！啊，集合！我上，我上！对面拍刀的是吧？那没有拍。大锤不见了，我感觉。大锤查监狱，查监狱，查监狱！啊，在车上。在，他刚他有盾有盾，标盾跟我说。高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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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二百，他到。撞我，拿住我，拿住。大锤，给我打到后面了，弄他。打了。大锤死。大锤伤，大锤伤。我操！这个人太牛了，死车上，可以再打一波，谁再打一波？我 ready 可以再打一波。我有拍。吸那被吃了吗？没有吸，没有吸。杀不掉。我的吸他没有吃掉啊，但也没有吃掉。但是我上放车上怎么不见了？车上有站着，打不了了。算了，我操！那完了又要。加速，大加速！不能打了。大家用过了。直接死吧！大锤有拍吗？没有啊，攻。敌方有核爆，三个打真的，三体都有打。我操！大不好胜。吸了就交胜吧。靠！吸了交胜，然后起，如果我们没死，直接开 beat 强攻。打怪叫一边有个前面，一边有前面。
有趴，这边有趴，在上面，上面撞你，我把他撞倒了，我打了，走点毛妹，快打一个，走孩子啊，我说，大锤，那野吗？那野吗？huge，哎，没事，huge，对面，哦，没事，可以打 ，we're ready。不用交，别交。需要的话就交，不需要就不用交了。下播我们可以应该就。对面交了，对面交哪钩吗？还交哪钩？交了，都交了。何宝也交了。对面那个小，那个小锤又在我这边。小锤又上楼了，上楼了，小锤上楼了。对，他要撞你，从天上跳下来撞你。他没有爬。我都要没了，我要回亚顿。你们等一下。让他们退吧，不要让。让你们跳下来，小锤跳下来，在左边。有盾，要盾跟我说。够盾。好好。就打。打走。迪瓦打了氧，在上面。迪瓦追他。我走。OK。吃饭我 DJ， 吃饭我 DJ。哎，新的。我打过他了，没事。新的。我跑。哎，又要新蛋了，怎么又跑到新蛋？迪瓦，小迪瓦没杀，自己他们自己 stack 自己，说无所谓。我有那个啥，你我有拍，你们先吸吧，要不？我有，你直接上火那么快，我给他打意思。打对吧？要对跟我说。OK， 迪瓦去找你了。我知道他打不过我。破的，你别没了啊，哥。打不过我的，我拍到三个。哦，你多黑吸。有盾。走。打了。大锤。哎。保住，我有拍。打到加时。哎呀，我还有拍。不会。啊，看来加时拿不到了。你说。你能碰点吗？你要。看不到了，我妈打不过、啊、哇，难受，这波难受了。刚刚是怎么了？我不知道，还叫慢了，但是我已经开始去跑他了。没事，没办法，对吧？那 D 宝在前面，然后开始去跑他，然后 DJ 敲板还是没有技巧。我已经，unlucky，哎，我刚刚难受，最后我马上又有个牌了。unlucky。Ready for battle.我觉得我这小学不太好打，有点暴毙，我操！那你们我换一下位置啊？嗯、不是你别在试一试，最后一波在二楼 contest 对面那个大水，不是对面那个迪瓦。发现有个发刷哥，我天 SR， 两个都被吸了，那个哎你也被吸了，有个吗？拿过掉。小锤，哎，闪住，搞死一个！大锤，小锤飘死了，上，加速，上合让，还有个 DJ 在后面，上车，我的侧面撞还是很屌的，哇，那个小锤，难受的呀，我打的他像植物哥，漂亮的一匹哈。打他一枪头直接半血没了，那小锤全过。
就围车打，就围车打才有优势啊！快跑，快跑，快跑！来了，他们卡近点。哦，回来点，回来点！先把门打开，先把门打开，先把门打开。有盾，有盾，有盾。OK OK， 等一下哦。我给他过盾。哎，秒没，秒没。不是，你给错了，给错了，给错了。给错了吗？你给敌方了，你给敌方了，我看到了。好的。没了，我操！我刚才应该开中打。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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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再打一波，我有牌我有牌我牌，来走右边上来。打一下 combo， 打一下 combo。对面有你们核弹，核弹加那个什么？我对对对，刷个吸。你们等会儿先交核弹吧，对面 support 还没有的，先交核弹那个吧。大学在左边，大学在上面，大学在上面，大学在上面。哪一口？上到哪一口？哪一口？你拍他们呀、啊，你拍他们呀、啊，你可以。我他妈，我怕你们被打。低保低保低保哦，哎。哎呦，输了打 combo 啊！等一下，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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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我快走三个 ，What the fuck？ 哎，被吃了吗？输掉，他吃了，没事没事没事，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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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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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顺餐大顺餐，可以可以可以，集合波，集合波吧集合波集合波，下波对面啥交了？对面交了嘎弓，交了个拍，交了个炸，不要急劲儿，交了个那个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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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有盾吗？有盾。都给过了，都给过。有人在左边。对焦大，对焦大。怎么没的？对面有拍，对面有拍，对面有合拍。杀了一个，我杀了一个，他们下波五打六。OK。他们小锤掉了，他们小锤掉了。嗯。大看大锤，找大锤，找大锤，找大锤。大锤人呢？可能在我们后面，我看一下，我去看。大锤不在啊，在那儿，在那二楼，二楼咖啡厅。二楼，在二楼，二楼。左边，左边。走了，走了，走了。我上哪口？我这样没了。他机甲没了，机甲没了，机甲没了，上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漂亮。对面有拍的小波。来 take space， 来来来，上来上来，行啊行啊行啊，我有大，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嗯，刚刚是不是 DC 断了？你刚没说话，你刚一直没说话，可能 DC 断。到时候 DC 断了，哦。蹭点血，我可以有 rally。你小心，你小心，他们加速来找你了。我 OK， 我有盾，我有盾，我给你留个盾。来过盾，过盾。破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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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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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没了盾没了，我没盾了。fuck！ 哦，我的我盾没了，拿错。你他们直接压速加出来千年，没办法呀！我操！我操！他故意不杀你的、哎、我是为了他，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卡车我杀吧，我操，哎算了算了算了，别上上了，我的锅好吧，我的锅好吧，好吧好吧，别说别说、嗯、太行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上面等人旁边等人，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人等人，我撞，要把他撞下来，要把他撞下来，肯定要把他撞下来的，锤妹也在上面，锤妹也在上面，低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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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锤什么鬼啊，这小锤啊，我说小锤在上面，绝望，哎这小锤，哇对面这 combo 有点强啊，他小锤每次都上去了，很冒昧，他小锤在楼上，这小锤打不我们训练啊，正面对啊，真的，但是真的你要多注意对面的人在哪里，你自己在哪里，然后还有别人，我们家自己人在哪里。那我给你们打满一点好吧，给你们打满一点，等一下等一下。要盾跟我说，勾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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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你妈！
比较推你。我玩，谁要我先？别急，别急，别急，稳住。他在上面怎么炸？黑了。小心，小心。地瓦在后面。死了。大车集火，最基本的了。换个安娜吧，和尚。别换安娜，就这个挂球集火，赶紧这边有地把，这边有地把，不可能打得过的。你们谁要碰点？继续全灭，完了，走了。我操，他妈铁强了，打不了啊，这样。没事，打不了就打毛啊！我死了啊！啥打不过啊？哪里打不过啊？我刚不就打赢了吗？为什么打不过啊？对啊，我来跟我玩跟我玩方面。什么叫为什么我们就打不过他们？我们肯定打得过他们。就 combo 打太少了。对啊，只是打的没打好而已啊。不是说打不过对面，不是说对面就比我们强，只是没打好而已啊。那不是说我们弱。哎呀，兄弟，别这么较真儿行吧？较真儿不是说你菜，对面配合好就是比我们强，不是说。对啊，所以说只是我们。打得没有他们好而已、啊、兄弟，我这个 Simples 你就太较真，你太咬文嚼字了，我们都明白啥意思，我们也没说话呀，你不用说这个，我们都懂。那你上周不是也是很较真的吗？上周是上周，上周问题大家都已经说清楚了，这周就我没有看我的拼图。哎，咱们10:04。人家什么时候？